其实他们根本就是已经 say 好，就是要我一直转到那个东西。炫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明真。欢迎大家回炫哦！终于回来了。炫准备轮盘问题，让林明真转动并回答，里面有奖赏和惩罚哦。很用心哎，广东话挑战，这个应该是最怕的，因为我一回来，然后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讲我的广东话还是一样烂。你看，这是主题，马上进入主题。哇，这个是很好的问题，因为我发现真的，就算不同的时代过了，好像这个校园霸凌的部分，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着。我本身算是幸运的吧，我的记忆印象中是没有遇过霸凌人跟被霸凌，这个我都还没有遇过。之前读的学校可能都算，大家朋友都算比较单纯，而且反而朋友很多，以前真的是那种大家都是好闺蜜。如果遇到霸凌的话，首先真的要勇敢的说出来，要勇敢的让大家知道，勇敢的让家人知道这件事情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，我知道非常难，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勇气去面对吧。那我相信有很多人也可能现在也正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个属于你自己的难关。明真比例，恐怖哎！你们的表情，女神也到处，大家都是女神啦。现在漂亮的女生很多。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有的习惯是排汗跟运动。那如果你没有时间运动的话，你都要让自己一个星期最少你要有让自己有3到4次排汗的一个习惯。我知道大家工作都是时常要在冷气房一整天这样闷在室内，所以我觉得你要接触多一点大自然，没有事情你就去外面跑跑的。第三题，先恭喜明真，前阵子发行了新的单曲，叫做 Unclick Now 嘛，对不对？广东话 rap， 想问一下，这个还有没有在计划中？我想说，哎，之后可能唱歌的时候可以 rap 一下广东话。那边的人都叫我放弃，为什么？他们都说这样子会给人家笑。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我还是想要玩玩看，挑战一下，给大家笑一下也 OK 啊，也我觉得娱乐一下大家都好。我有马来西亚人，我们可以混一下马来话、中文一起混，然后一起 rap。三是我的幸运数字。OK， 这个我好像之前有接触过哎。一蚊一根鸡，一蚊一根龟，究竟系鸡龟定系龟龟？系咪龟龟龟龟？龟龟系咪一蚊一根鸡，一蚊一根龟？究竟系鸡龟定系龟龟？好像很自豪，可是其实会不会都念错？我跟我家人，我还没出道的时候的照片，每个手机都会有留住的。以前很不喜欢拍照，然后可是我家人很喜欢跟我拍照，所以我每次要拍照就会发脾气，是生气的样子，就是很不想拍，然后就在那边打瞌睡的照片。来，这么好？对，他们会 tag 你。一周，每天，从早到晚，一天一个 story， 就是24小时，对，24小时，每个小时，哦，不是，哦，玩一个恶魔，你还没有抽到，我爱演戏 ，OK， 干嘛呀？其实他们根本就是已经 say 好，就是要我一直转到那个东西。我有这个习惯，就跟第三者讲，你看看到没有？大家看到没有？我会讲一个鬼故事，然后你要演出了。你看，我给一个设定背景，好，就是你是一个人气主播。OK， 我是人气主播。摄影机呢，就是你的直播间。我的直播间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莉莉，谢谢大家送我那么多的礼物哟。尤其是一位叫渣渣的粉丝，每场都会准时进直播间看莉莉。Hello， 渣渣，又看到你了，今天又没有缺席哦，你好不好？
今天吃了什么？有一天他发了一个私信，今晚穿白裙子直播吧，我觉得很适合你。白裙子，我刚好昨天买了一件新的白裙子。好，等一下我就穿给你们看。直播时，佳佳果然出现，疯狂刷礼物，但从头到尾都一句话都没说。漂亮吗，我的白裙子？哇，你今天送我更多礼物哎，谢谢佳佳。可是怎么你都不讲话？直播结束后，他发来一张照片，一条昏暗的巷子里，一具被白布盖着的尸体，旁边还有血迹。因为你那个讲好笑话这样，等一下先。旁边还有血迹。弟弟感到一阵寒意，正想关掉手机时，收到一条信息。那晚你从我身边走过，为什么你不救我？你要怕了？这是什么情绪？感到一阵寒意，正想关掉手机，却收到一条信息。那晚你从我身边走过，为什么你不救我？丽丽嗓子发紧。猛地抬头，却在电脑的屏幕看到一张苍白的脸正走对过来。为什么你救我？他没有笑到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所以就是看的时候就会这样子，看的时候我就看到后面有了吗？看得到没有？不要看！怎么看？大家好，我是林明真。我最新的恐怖电影《手机见鬼》会在12月12号马来西亚、香港同步上映，请多多关注。